交你的条件，说准备离婚协议书。你要跟我离婚，我袂让你称心如意。我要继续执法，何以干那会当看到张仁心，煞无法度得到伊？条哥有设计陷害我，为了袂让平轩死心，就算平轩有性命危险，你嘛无要紧，敢是？你何白讲？我早传到千锤附在海底，准备要救伊啊！我查某囝哪有可能危险？我安尼做啥不对？我是你的亲生查某囝诶，哪会当这样讲我，这样笨蛋？我恨你！副会长的家事拢是我咧做，伊根本就无门路去摕到遐钱，所以我喊你退。是不是你好意的？副会长就是让你安尼一步一步甲逼死的。这是多谢阿车钟律师啊，交你的条件，所准备的离婚协议书。你要跟我离婚，我袂让你称心如意。我要继续执法，何以干那会当看到张仁心，煞无法度得到伊？到生活里边，死到甲自相共款，过会他安怎？你根本就是两个无共款的人。你莫想讲用假好心的身份来安慰我。想要找安慰，去找你爸妈，莫来找我，因为我厝在外面头前。你为着逼你离开我，条哥设计陷害我，为了袂让平轩死心，就算平轩有性命危险，你嘛无要紧，敢是？你何白讲？我早传到千锤附在海底，准备要救伊啊！我查某囝哪有可能危险？我安尼做啥不对？我是你的亲生查某囝诶，哪会当这样讲我，这样笨蛋？我恨你！我交代你的代志准备好未？当然，这次我一定会将功赎罪，袂让你失望。志祥，大力看，第一天马上都让代理头位公道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